赶快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吧。对，新的一年祝大家虎虎生威，然后身体健康。嗯，你看王源，刚才我们有同事评价他了，说他是唱跳俱佳，所以呢，要能够掌握这么多的技能，一定要有好的记忆力，对不对？嗯，要不然我跟你说，那我们当时做那个央央系列的时候，就是我们是要去练舞蹈的，那么简单的舞蹈，我跟你说，我就记不住是吗？真记不住。哎呀，隔行如隔山啊，隔行如隔山，舞蹈动作真记不住啊。就那个教练已经给我们，就舞蹈老师已经。就剪了很多动作了，还是记起来非常的费劲。对，你有什么心得吗？记这些歌词啊，记歌词、舞蹈动作，你怎么记的呢？怎么记的呢？就是记意思，因为最近也是大量的背剧本，其实就是记住它每几个关键点、关键意思，然后就顺下来就好了。啊，记关键点、关键意思。对对对。那咱们现场来测试一下。接下来考验就是关于记忆力的，对不对？记忆力大考。说来就来。好，一会儿给你播放一段视频，好好看，这问题答案就在细节当中。好，好，来，一起来看看视频。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对，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算什么呀？一共多少个小时？啊，一共就不知道，我哪算过这个呗？一共169个小时，哇、哦！哎呦，语言类67个小时，嚯、哦，这么能说？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哦，有零有整、啊。戏曲8小时17分钟。哎呦，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一共是769首。还是哇，在南方，您这统计还真清楚。这些数据说明什么？说明什么呀？说明我研究了。啊，您喜欢？我喜欢看春晚。我是春晚的小迷弟。好，没了，就这一段啊。我们知道应该考他什么了。对，你知道我们要考你什么了吗？知道了，知道了是吧？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题板拿上来。哇，然而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哈，只要你填对一半就可以了，好不好？成功率50%就可以啊。一共8个空，对，填对四个就可以啊。哇，这个想想太难了。刚截止刚刚的相声之前，春晚一共多少届？总时长，好轻松啊，感觉。我的天呀！魔术杂技有点厉害啊！哇，这还精确到分钟啊！不是，它关键有几个是有零有整的。我真的不太记得了。还有4个空哈。好，蒙一下。我考试的心得是这样的，蒙一下，不管对不对，先蒙上再说。都不能够留着，对不对？都得填满，哎，实在不行你可以写 B 嘛。对，你选择题啊，这是。先蒙一下。正确答案。来，截止刚刚的相声之前，春晚一共多少届？39届，正确。总时长第40届，169小时，正确。语言类67小时，正确。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戏曲是正确答案是8小时17分，歌曲是多少呢？圆儿是唱歌的哈，769，没错，太棒了，70%以上的应该，80%了，不错，记忆力大考验。通过，圆满通过，真是不错。我们也希望所有正在观看节目的年轻的朋友们都能够新的一年有好的记忆力。是的，而且呢，我们看到啊，春晚的这些数字，其实它是从1983年一年又一年，无数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为大家积累出来的数字，每年送给大家年夜的最好的祝福，其中也包括圆儿，对不对？对，这是一组了不起的数字啊！对，真的，再次恭喜王源。祝贺！好了。